广西省会南宁。哪里？我换装嘞。大哥啊，我换装了。真的？拿回去洗过啊。哦，这个换装，今天刚换了，十二天了，要换这个凉席，要凉快。哦，夏天到了。这个干嘛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个拍这个，哎，好，很漂亮。广西西城国际旅行社。那个，你们哪个坐前面？南宁车。南宁市苏州路摩根国际大厦14楼。在前面。没有，你们。